我们这个遥控钥匙所对应的防盗器，就是这车子里面的这个东西。看，听到没有？好，我先把它关掉了。你看它就不会响了。如果你看我要把它跟刚刚一样的锁掉，看到没有？它就会响。关掉它。然后我们要换这个东西很简单，就只需要把这个里面这个盒子这个黑匣子找出来。这个就是一个蜂鸣器，它是报警用的，这是就是说防盗用的啊。要换这个很简单，就把这个找出来，把它对应的这个线捋出来。来，你来操作一下，看这个线在什么位置。 OK 啊，这里的接头，这个是控制器上面这样一个接头，这里这个接头它是对应的我们这个线，它上面就这三条线，给它换下来就好了。整个这个蜂鸣器就这样一个东西啊，其中这条黑色的线，这是个天线啊，这个藏在这个黑色的，这什么都不用接，它是个天线，它就是接收我们这个遥控器的信号的一个天线。我们把新的这个遥控器给客人只需要把这个旧的换上去，往上去放，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。